今年45岁，艺人侯怡君出演过不少本土剧，精湛的演技深受观众爱戴，常在社群平台分享日常。他近日透露自己去运动时，在游泳池的蒸汽室遇到一位大妈，对方先是询问他有没有人说他长得像侯怡君，他当下没有承认，仅表示好像有人说过。而另一位大妈加入话题，大赞他那么年轻，看起来只有20多岁，直言侯怡君已经很老了，所以两人根本不像。侯怡君听到这番话的当下，心里暗自窃喜，被别人当成20几岁，但接着尴尬地表示自己快50岁了，跟侯怡君一样老。随后他在文中自嘲自己到底是老还是年轻，这时候该哭还是该笑。不过他在文中也晒出自己的素颜照，引来不少粉丝大赞皮肤好好，难怪会被误认为是20几岁的妹妹啊。you